的时候能感觉到中国，就是可能就是中华人骨子里的那种血脉在激荡。我拿起笔的时候就感觉到那个字，就是那个笔在呼唤我。经过这些活动，可能以后我就是遇到这种可以体验的场合，我以后还会积极参与。对中国文化有一些了解，但是现在变得我让我更感兴趣一些，我想慢慢钻研钻研。